感恩节的聚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你。所以亲爱的天父，就是求你让我们站立在这里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会众引领到你的面前，然后一起来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刻来感恩你在这过去一年当中给我们赐下的许多恩典。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那就 OK， 那就做个名单，是的，对。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오늘의